你要这个了，改变主意了。啊，要不？好不好？你那个是？你那一个大长条给我。给呀，多少？六加八。东北。啊，那个人是好吧？啊，多少钱？四十七。就吃肉片。 顿着吃，你得两顿肥得顿。来二斤的，来这边了啊！行，不，这边，要这边啊？这边，好嘞。那我也给你拉一拉，师傅。支付宝到账，有的是肉。啊，我都过了两回了。有的是肉。啊，你要啥肉啊，妹子？我要炒菜的肉。哎。 要多少块钱？好，再说啊，32中吗？行，啊，多2块钱。这是三十二，32啊，对，就那个。我这32贵了。哎，好了，瘦。哎，没事儿。其实那两块肉都多瘦啊！这两块肉，这肉都嫌肥，你肉得吃纯肉了，偶尔吃一斤嘛，我们家。那干嘛呀？ 啊，这个还五一斤，能切啊，都15，少一斤。那个切一半的，看你是想怎么吃。要哪块？一般都要这15。50。肉15，15一斤。啊，15一斤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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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5一
一条够吗？真的，你说。给我来一条。哎，行。这月多少钱呢？那来一条不正好够你的吗？没事。我看你里头是真宽。没事，没事。你不要不要。这是肋肉。来个那个肘子肘啊，肥叶肘。这俩前肘。给我来一个，肥叶肘。来俩。不要忒多，昨天不买三。来这个吧，这我刚剃的。关那个那不那少是吧？我的呀，我姐请了的。你姐请了个少不少？给60得了，好，62，行吧？那就给我从那拿点吧。拿去，拿多少？你说。啊？还给我那等。我多的。真行。啊行。你让哪分拿东西？我这腰牌肉都不够卖。看着吧。没来劲。好，55够不？你得多少钱？我给的吧。这肉的，不要那个。不要哪个呀？这肉的。这2块钱不值。这肉的，我给你天上多8毛都不要了，你还。还别个拿不要。快别邪乎了，大姨啊！你瞅瞅这肉这大膘，我不给天上差你2块钱。2毛钱，哪知道嘞？不见也没事。对，你看人位置多好啊！你得向个年轻人学习了。这啥玩意儿？啊，55。来了，姐。好，61块给60。行吧。啊啊啊！好，我记得了，我记得了。这老肉，来吧，我。大姐要啥肉？不，来碗腰排，赶紧的。三斤，我怕你接不吃。好不好？是吧？前排有点。我好多。燕饺子我吃。60，中吗？40。这个都不要。这个。102给100。多少？那瘦点的。啊，行。20斤多的。好嘞。瘦点的啊，这有点肥。那个其实也不肥。嗯。顿吃带点肥的好吃。这个你掺着炖啊，不是那个多少钱？这2块5啊，行，那你都给我吧。没给我往上绑一个啊，行行，我装上这个，一碗都给我。刚才的钱我给了啊。哎，没事，大哥。对。你点一小点瘦的。好。3000多。发点瘦的。要瘦瘦瘦的。便宜点。我也接。是这个意思吗？那种。75。5斤。买我瘦的。一群巨浪，行，170，你给我多了，多了，为了你给多了。那个大哥，你再给我来那个二斤的那个。这个给我拿的。我先给捞个肉的，大锅肉，来多少？要这半了。行。要一半肉。一半肉，一半拿，哪一半？
那没有雪纹儿，这里还有雪纹儿。你拿开，我看看哪边拿。我看看那边的。没有雪纹。哪一个？你看这边。你看这边，你要哪给哪一个。那一个。哎，要哪给哪一个。还有雪纹儿，这里还长雪纹儿，感觉。七十。有人要排骨。啊，我要排骨。哎，这大姐不要排骨。我没要，你也要排骨？哦，行，完，你这样腌一下也能够了，能匀上来。啥威哥？你买没皮的，买老母猪肉没皮，他给那个都去了。大姐，好肥猪哪有没皮的？给那后胸拿上来。大姐，你要这排骨吗？喂，威武问题也大，走了，你挖威武。五花肉，来，什么五花肉？来个，二十五一斤，是肉最好的肉，大姐，大姐115。不砍120元。兄弟多来点，我给你刷礼物。哎，我这肉都好，都国标，我告诉你，出口都行。大姐，来个，他叫啥？整走的。大姐，排骨多少钱呢？120。这块你都要是不？哇，我干，哎，看多少钱？那是5块钱，你都要了不？啊，都5块钱。那我也不要。那一块5块，不是一斤。我看你要不要？这是前腿还是后腿啊？前腿。那是我的。来，我从这切着一块五花肉。哎，上哪儿位置？啊，这你看这位你要了吧？来，五块钱这一块。来，上多少位置？好，看你们要不要。好的，再我来一下排骨。好嘞，80那个，我还要排骨。行，我知道了，装上吧。好嘞，20个。一个后边前朝拿上来，完给排骨剃了，完没搞走，行吧？啊，带多少，大哥？20斤，二斤，二十二斤，中吧，大哥。喂，你好。好，35。24，你现在来了。哎，哪个排骨？给我整完，我走呗。马上，哥说你，我看你打电话呢，没敢催的你。啊，是吧？这个都添着。都添着。添这么多呀？你太多了。姐，你不添这25，你不能添着合适。你添的太多。啊，这就那一大点儿也不多，姐。这大猪排骨都老香了。好，301块，给300。不可能要上面那个分分呢，那是尾骨，那个没法分，人家这个排骨带博主，不是带那个东西的，知道不，妹子？要妹子你能要来了吗？啊，要吧，行，完这给你行吗？这按多少钱算呢？20，贵倒不贵。那你是考虑好了你要哪个？你要这个那个？都来那个吧，然后分开装。来这个吧，这个没有尾骨，一缸没有。你想要我匀点啊？行吗？要不是大姐，大姐，200。那个排骨你给我们俩分了，差100，我俩分。差五。你咋不整点儿？还整多些，都这直冒汗。来多些。来三斤五花肉。好，哎，来吧。还有肝没呢？有。有一肝呢。行，这64斤，61斤。先买点柔啥的，你等会儿我买完了回来。这个排骨你知道那咋分吗？你女的跟男的分，好说话。知道咋分的？关系不行，女的跟女的都要价，他是没法分。多少钱？380。行，你来多少，大叔？72，9。要这边？哎，给我吧。你要50元的妹子。因为你们都想吃点顺溜的，男的是好说，知道不？380元。花15。35，大叔。你不要五十吗？不得。好，稍等会儿姐啊，我也得要完了，行吗？那不是我，你眼睛没瞧着。那排骨谁要啊？那排骨这大卖姐，这大姐都等半天了。
我再不给排骨，拿我炖排骨吃，是吧？这个是三米，你看着办吧。这嘎挺好，反正等半天了。送我钥匙，过来一。哎，收。啊。这是哪儿啊？啊。一位四十五，五十五元。你俩算一般钱多啊，因为人家给你讲价，大姐。所以说你合适了是吧？不像咱们不讲价不是？这多少钱？刚才那个四十五，四十五的，这个多。不要那么多，要多少？不肥不肥啊，小肉馅。小肉馅重，不肥瘦了还不好吃。你咬多少啊？你先陪着咬这个。多了不要就二斤啊，多就二斤。就嚼二斤肉馅呗。对对对。好嘞，明白了。找你五块。给当两个人带筋的棒子骨，费着给豆两根。都搁袋儿吧，装两片儿，装一片儿吧。啊。怎的了？没说。拿个大袋儿。巨大的袋儿。二百啊。你这是两片，还有哪一片好？我吧，就说是。那个剩菜挺多的。就是咱闲唠嗑儿来说，其实钱呢。是啊。就咱唠闲嗑儿啊，不是说是，你看你买完了这两片排骨，你都看着了，还是前排，还是你买的好。其实你看前排骨炖吃还比后排骨香。是啊。你看这不前朝肉似的，对吧？炖吃多好。啊。哎，这个是太多了。这干啥呀？要这头，这头要着呀。啊，那行吧，你都要着我才乐呢，对不？都要着不都要着？走，你这儿买肉，别给那么多了，那么多第一天就忘了。行，在这儿歇了啊。OK。嗯。谢谢。就这个。多好啊。原先你婆婆买肉，我买这都减肥，都要着。你婆婆买肉不能吃瘦肉。满意，大姐。141斤，还可以震了，还可以震了。多种卖法，这八斤32元，净卖是零个是吧？嗯，都小块肉了，全都小块的了。啊，这是可没少五，这还中个，没少往外卖。嗯，好，这块够不？啥没得拼？黄瓜条哪长杏？李雪纹得远远的。这块够不？是，那你可说错了，这肉不肥，这肉黄瓜条，这是最好的肉。这肉你是这家来了，你要早来，我这一天根本出得慢。这肉多少钱一斤呢？数一斤，我这没说你多买点。我需要哪个？我这条是甜的。啊？给50。行，你都拿着吧，我留你试试。因为我这肉为啥不能卖呢？因为肉我肉去膘了，这是加肉的，你都拿着算钱。我还多少钱啊？因为这去标了，我卖你14，丢的13都顶不上，这是80。卖80。啊，14算的啊。当时钱是没够。没事，不够欠的都没事。我办东西。没事，我还不习惯。没事。对吧？没事，别着急。明天再来吧。收摊了。等我大蟠桃下来，就不用花钱了。